真的不是我前男友，骗人是小狗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尝尝。怎么样？好甜啊。不用客气。从来没跟你客气过。所以，你昨天跟我不高兴，只是因为那个。哪个？怎么？连自己前男友名字都记不住了？他不是我前男友，不是，真不是，他真的不是我前男友，骗人是小狗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干嘛去？再给你找点好吃的。林阳，你有没有创意？永远只有这一招。做梦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看你笑来着。我居然都梦到你在核心的小公寓。那个公寓退租了，下次再去只有住酒店了。其实，你在那边最自由，是不是？昨天看你敬茶的时候，感觉都不是你了。其实，在那边也不是我。当初出国留学，是因为觉得工作无聊，没什么追求，想着再读几年书，能把眼界打开一些。其实我一直想打比赛，只不过过不了自尊心那关，就一直让自己飘着。起床了，不要，你再抱一会儿。